宝宝们，又到一年情人节啦，看情侣们成双入对，不如宅在家里与爱豆约会。如果可以，你想约会哪枚鲜肉豆呢？来听听粉丝宝宝们的答案吧。哇，朱一龙的呼声可是很高呀，也难怪在宠粉这事上朱老师从来都是清流，粉丝福利竟然是为粉丝们唱情歌，自弹自唱的朱老师快来 get 一下吧。你在我身旁，我要你为我梳妆，这夜的风儿吹，吹得心痒痒，我的情郎，你在他乡望着月亮。如此深情的龙龙，姥姥也想一直留在你身边呀。鹿晗入选了最佳男票，天啦鹿，姥姥要跌入小鹿清澈眼眸的漩涡啦。我承认，我是喜欢你，但你别害怕，我说我喜欢你，你可以拒绝的，我不是要抢。我跟学姐一样，我也喜欢你，喜欢好久。而鹿哥平时对女友也是低调又甜蜜，狗粮一波波撒，情人节请让我也小鹿乱撞一次好不好。再看看最强撩人心弦神仙组合，吴亦凡陈伟霆两大型男陪你嗨。瞧着眼神这腹肌，我决定不要做安静的美少女了，我要和爱豆蹦迪。还有贪心的宝宝说想同时约会三个大帅哥，哈哈 TFBOYS 满足你。暖心帅气的王俊凯，宇宙第一可爱，哦不，第一刚的王源，将酷进行到底的千玺围绕在你身边，简直不要太美好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情人节你最想让哪位爱豆的眼睛对你说上一世纪的情话呢？芒果捞新闻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呀，马当。